金秘书，他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在说什么？不承认是吧？之前让我下班围堵你的就是他。正找你呢，我回来拿手机。嗯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 蓝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金秘书，他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承认是吧？之前让我下班围堵你的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听听啊，堂堂一个集团大总裁，竟然找人恐吓他的秘书，哼，什么下三滥手段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呦！ 精彩啊，精彩啊！跟我演戏，嗯？装失忆是吧？我手机还有转账记录呢。还是做我们嫂子吧，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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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点，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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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到了吗？ 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比较喜欢坐摩托。金秘书。